工作压力大，信息量爆炸，生活太忙碌，搞得很疲乏，负面情绪多，朋友都逃走，迷失了方向，伤害了自我。那我到底需要什么呢？重新分配精力和时间，调整生活模式，多陪伴家人，关心朋友，每天试着做对社会有帮助的事，小小的事也就足够了。让我们深呼吸，静下来，去发掘内心深处最向往的声音。笑嘻嘻，慢慢来，乌云散开以后，很快就会放晴。生活应该是要简单一些，就会获得无限的喜悦。